来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老车 ，OK， 它的漆已经是那种没有光流、不会光泽了，死漆了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个才有光泽，这个已经是死漆了，不会反光了，已经很粗了，很粗了，很粗了，看到吗？啊，来，今天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够救，我们用这个产品。AutoWeb 是不这牌子的 ，OK， 还有它的说明。OK， 来，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它们有没有差别。Okay， 移一下位置。前还没有用之前，先摇一摇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面，这个是也是没有光漆了，这个也是。我们是看喷下去的效果是如何。OK。也是可以用布抹，也是可以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些肮脏污垢全部起来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直接变回吉拉 shining 画画，啊，而且它这个它不会伤到你的钱，反而救到你的钱，你看到吗？大家有看到差别吗？有看到差别没有？啊，没骂经验的，哇，我们再喷多一次。看那个气，湿气也给它拉上来，它已经修复了。直接塞进去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效果？很明显，你看，看到吗？看到效果吗？直接给它 shining。啊，你看，直接能够反光啊！你看，画画的。哎，我来看，这个是之前还没有涂的，给、OK ，之后，你看，看到差别吗？这个吉拉 shining 啊，你看，看到银子，画画的 ，OK。Before， 这个突出的 ，After，
极辣的，对，看到吗？这里已经很滑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放在这里，它是不会滑的。你看这里了，直接，你看它。已经滑了，极辣极辣，美美。OK， 我们再试一下楼上一盘。看到吗？看，直接给了，看到吗？After before 是这样的。哎，那我放在这里，看到吗？画了。OK， 就是这个auto wet。来看一下差别。看到吗？差别。大姐，看到吗？啊！看到 before after，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，谢谢大家。